讲话好了，他就再不会发现，随便想跟我们讲话这样，他就不会觉得。假装讲话，他们就不会怀疑我在拍他这样。那你讲话也不会打手放手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什么？偷拍。手走开。等等等等。我头看着别人跟你讲话，他就不会怀疑。哇，许胜阳跑掉了，男主角走掉了，那就不好玩了。男主角跑掉了。谁叫你做不低？没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。要看到全班，哎，那边有一堆，好，五箱一片，太远了。哎，这边有一堆，黄家汉，黄家汉本来要坐在郑志玲旁边嘛，对，没错，对啊。做了恶心的动作，我叫伟宏 ，Jack 你在录吗？对，叫伟宏说走开，好走开了，你走开，走开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耶耶耶，拜拜。哎，有有有，男主角换成了，换成蔡明君，本来叶千玺很受欢迎。其实蔡明君本来就坐那里。我知道，我在打打他哈。我干嘛？